凭白色强人拎视帝的马国明，这日自己出钱请台前幕后庆功，唐诗咏、郭晋安等人都有出席，连日来不停地庆祝。不过铁马家族的朋友就仲排紧队，好像话谂住去旅行。都未知得唔得嘅，都未知嘅。因为此前个小朋友啱啱出世，咁大哥又要凑小朋友，所以其实都未知系咪真系可以成团。但系就要而家开始讲定噶啦，因为讲下都要几年嘅时间先至可能去到。等佢哋啲小朋友大个定咗之后，咁所以我哋而家开始讲就差唔多啦。有传马明系续约换视帝，其实我未续嘅。但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有這樣的報道，是的，我想每年都會有的，得啖笑咯，其實大家笑一下咯，是的，是的。唐詩詠最近貓貓困了在雪櫃，怎知道爸爸就說臭 BB 易過臭貓，是不是間接催生仔啊？我爸爸原來這麼轉數這麼快的，我現在才知道，他不嬲，我以為他很慢，他不覺意這樣說了一句咯。我懷疑他是特登說隻貓入雪櫃的。借呢样嘢，系啊，佢唔系唔觉意嘅，系专登嘅。白色强人呢日就宣布埋拍续集，不过安仔个档期好似都好敷。已经 book 咗我喺今年10月会翻嚟拍续集，听讲系编剧啦、监制啦、同埋导演啦，所有摄影师嘅灯光全箍人都系再系接任拍呢一个续集。身体健康，龙马精神，快高长大啊！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交肥屋呀！